哥，我看到简介上面写前有八塔，后有大佛，南有灵山，北有奇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在说佛陀纪念馆的宏伟格局哦。佛陀纪念馆在民国100年落成，是一座佛教的历史性建筑，主体建筑位在中轴线上，从东到西依序有礼敬大厅、八塔、万人照相台、菩提广场、本馆及佛光大佛等。另外，南有灵山，北有奇缘。馆内有一间素食餐厅，名叫滴水坊。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泉涌的心意来报答，这是星云大师设立滴水坊的目的，含有对信众的一种回报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去菩提广场拍张照吧。这边人这么多，我们挤得进去吗？放心，菩提广场面积可以同时容纳30000人，不管你多胖，都挤得进去。待会别忘了参观位在主馆后方的佛光大佛，这是佛陀纪念馆的地标。大佛高108公尺，采用1872公吨的铜铁建造而成，这是目前世界最高的青铜座佛哦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那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再带你去看看斜张桥。为了配合地势变化，斜张桥的桥梁造型呈现特殊的 A 字形，现在是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哦。有的看是不错啦，那有没有吃的？就知道你这贪吃鬼会问这个，早就帮你准备好了。大树佛光山下有一个张妈妈休闲农场，农场内种植的桑葚都不会喷洒农药，总共2分地的桑葚，还有超过2公顷的玉荷包荔枝，够你吃了吧？够够够够我吃了。